经过草屯乡亲当年争取的热情路拓宽工程，伫咧疫情总算是完工通车，和地方的交通更加安全甲便利。所以碧光上林定所在，甲地方的庙宇保安宫就来合作，今日进行社土祭典甲感恩活动。包括着南投县长林明进等人拢来参与，也表示会赶紧来进行后一阶段的工程，继续为地方的交通建设来努力。再拜！经过着一年半的时间，草屯镇立进路来完成第一期拓宽工程，各地乡举办社团祭典以及感恩活动。这不会说会车啊，晚上也会比较好啊，不会影响。那有没有路灯？这样子视力会比我们比较好吗？那小乡长那边的老人人来哈，很感恩啊，感谢哈。在你哈，大家拢出钱出力哈，啊为地方来哦努力，啊为地方的建设啊安全。原本的日进路路面相当的矮，要小心车真危险，万一出常常来发生着交通的意外。加上讲附近阁是学校，为着学生也阁有乡亲的安全，地方经过真侪年的争取，终于伫个林明进县长的任内完成拓宽的工程，所以由地方市里也阁有保安局合作进行着这边社土的祭典。后来请这个保安局，吴王爷甲太祖水，太祖万岁啊，交咱那个草屯道济寺。师傅来给人做主吼，啊，这个那个小兔来感谢讲这个吼，后摆咱的通车了吼，这条人行路我都安尼平安。囡仔吼，即摆人行吼，大家拢足学咯，足欢喜的吼，啊，而且咧周边啊，我相信讲啊，这下调查啦，啊，拢拢受益吼。这条利人路的拍通是带动着咱草屯镇吼，啊，伫咱碧峰、碧洲吼，啊，这几里吼，唯一的交通吼枢纽。伫咧林明进县长担任立委期间，高雄交通部甲公路总局争取经费，希望来进行二林路的拓宽。目前第一期的工程终于顺利完成，对改善地方交通有正大的帮助。那么后半段啊，从碧山路哦到新增哦这段哦，咱来个继续来规划过来个拓宽啊，让这条路啊能够直接到通到新增哦，上高速公路哦，这样会给我们。这个草屯镇带来更便捷的交通，我相信我会继续的努力。目前第二阶段的工程也正在规划当中，地方乡亲也期待着二进路会使全速拓宽，让地方交通建设更加便利。记者吴明新采访报道。